介绍的这位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的海院万人迷刘维。我接下来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他的趣事，对，就是他有趣的事情。对，那有一次啊，他在电梯里面，他突然放了一个屁，然后又不敢承认，然后之后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放的，然后放完之后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所措，然后他居然在电梯里面跳起了。Go battle all night 究竟这个屁到底是由谁传出，就让我们继续闻下去。那接下来呢，欢迎我们海院万人迷出场。海院最台的台妹，然后我今天来参加金牌麦克风，因为我有两个目标。第一个，我有一个全方位的歌手的同学，但是他在初赛，衣服太烂了。全方位在哪里啊？对，就是他，他只好由我来代表喽。然后还有第二个，评审知道是什么吗？最大。把他的眉毛擦掉。No。不是，是因为，我长得这么妖娇逼的，你难道不知道？我就是最想红啦！那今天我要带来的歌曲是万芳的《割爱》，跟刚刚这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可以瞬间转换过来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我就想红啊。来，我们准备欣赏王彩华来唱歌，哎，大家感觉一下是什么 feel 哈。来，请开始。个性活泼外向的刘维今天却带来万芳的这首割爱挑战，而他今天会如何去呈现与自己个性大反差的抒情歌呢？你说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，你为他深深吸引，我看在眼里，你的爱不用说也能猜，我只是没说出来，我对你还是难以释怀。心中没人能代替，你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的割爱，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。其实你人很高水的，很高水的，我很喜欢你的，那你的表情也很好。但是啊，很台吗？不是很台，是非常的深情。可是就是因为你不稳定，好，就你躁浮躁，所以呢你的音啊也跑掉。好，不然的话其实你的状态，你的表情当时唱歌是已经很投入了，我也已经把你从王彩华想成王菲了，你就知道我有妄想症吧。所以你是可以的，你现在就拜托你放低你的那个浮躁那个部分。来，加芬妮，我要带来陈淑桦的《梦醒时分》。哦，这个歌年纪跟你一样大呢，老歌来的。今天有因为我就是老牌歌星。好，你送你，预备，请开始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
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谢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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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是台妹刘维，我就是台哥小爽。透过电视这个机会，那我平常蛮喜欢珊妮老师的，那我今天要在电视上大表白，可以不要吗？其实我仰慕珊妮老师许久，对啊，就是透过电视这个机会，我要向珊妮老师讲，珊妮老师，我爱你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怪招，真的是很奇怪，就是因为推荐人已经很怪了，然后你的自我介绍也很怪，但是一唱歌呢，其实你的音色其实是蛮好听的，我不晓得深情的台妹，然后但而且你一唱完马上又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招数。我其实我超级喜欢你的，你整个人的状态。其实我第一你唱第一首歌时候把我按差，是因为你表现得不够稳定。对，其实你很绝对，而且你有那种很强烈的反差，你又可以很台。你唱抒情歌的时候又很抒情，而且你的音质有一个不知道是烟嗓还是酒嗓，是非常有特质。No no， 你没有吗？你不抽烟，你也不喝酒吗？那你是吃槟榔对不对啊？哦，是感冒。不要这样子 cue 我 ，no， 对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反应，就是很妙。恭喜恭喜过关，谢谢。各位雄心，各位评审老师，珊妮老师，品冠老师，娇娇老师，拜托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唱歌，所以请给我一个机会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。那可以起来了吗？不用起来，方便就好。很想起来的，脚在动哎，很想起来哈、哦。好了，起来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都还活好好的，把我们当福禄寿在拜。好，谢谢。我是醒吾科技大学，然后应用外语系，然后五年级的吴静雅。我今天会来参加比赛，是因为我想就是最后一年了嘛，然后我想挑战我自己的一些就是能耐，然后顺便当一个人生的纪念这样。因为你也知道荒唐的事情就是要年轻去做嘛，对，然后就是真的对很喜欢唱歌，在哪边都可以唱，然后真的也很谢谢我的家人朋友们那边，谢谢，还有妈妈谢谢妈妈，对妈妈谢谢，对，然后很开心他可以来这边看我这样，因为平常在家就是可能在浴室啊还是房间唱歌，他在那边吵死啊，你到底是唱过了没？可是今天妈妈我跟你说我一定会得名谢谢，好，加油加油、非常开朗的雅雅对不对、好、加油，妈妈为什么不上来帮你推荐一下，她就说啊，你接一下差真的我更小，对啦，嘴说更小其实还是为你感觉骄傲啦，不然坐在家对吧，现在压力好大，只要有父母在后面我都觉得就是很不好意思这样，我还好，真的吗？对，父母先清场好不好？这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阿妹的《人质》。好，加油，同学们跟他鼓励一下。谢谢。请开始。跪地恳求评审的吴静雅到底是多喜欢唱歌？今天竟不顾一切使出绝招，他会用苦肉计得到过关卡，还是拿出真实力呢？
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重案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哦哦哦，谢谢，声音很有味道，跟人的状态不太一样。对，今天的同学都让我很困扰。哎，怎么说困扰？因为上来自我介绍都是一套，然后表演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，我都快要精神分裂了。你不要精神分裂，因为是他们精神分裂。真的很特别哈。对，如果我们只听声音的话，不会想象她是一个这样的女孩子。这种声音就是那种很想按灯转过来看她是谁的那种。欢迎加入娇娇组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真的。哎，不要这别的节目，听歌。欢迎加入 King Guan Family 啊。谢谢。我刚看你唱歌的时候，其实你的那个眼那个鼻子上面好像有点像谢金燕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蛮有特色的。谢谢。你唱歌这里你很会运用你的声音。真的吗？你去捏它揉它，你的声音其实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唱歌的类型也好，风格也好。加油，很棒，恭喜过关。声音很好听。